的第35題。咁我哋首先睇一睇題目先，題目就提到，有兩架車，一架車叫 X， 一架車叫 Y， 佢哋就喺條直路上高行。X 係原本喺 Y 車之前嘅30米，跟住而呢個 X 突然間就蹬壁力，即係制動，同埋跟住 and 當 X 嗰個司機制動嘅時候，盡量即刻制動啦。於是下面個圖就見到呢兩架車嘅速度時間線圖。咁你會見到嗱 ，X 嗰架車一開始就減速噶啦，而阿 Y 車個司機都好犀利啦。你見到佢稍為有少少反應時間啫，阿 Y 車只不過係有 0.4 秒，嗱呢度零至一有5小格，所以阿 Y 車嘅反應時間都只不過係 0.4 秒嘅啫。而家第一個問題，如何去找出 X 車同 Y 車的減速度？咁我哋睇一睇 X 車的減速度 A part。AX 嗱，同學，我呢個表達方法係 X 車的加速度，計減速度同計加速度係一樣嘅。咁係點樣計呢？就係要揾嗰個速度時間線圖的斜率，原來係等於計斜率，好啦，咁點樣計斜率啦？揾翻 X 先嗱 ，X 嘅斜率即係呢段。嗱，呢一段嘅話打直就係100個 km per hour， 得唔得？呢一段而打橫就係3.4秒，所以就打直除打橫咧就100除3.6。嗱，點解咧？因為呢個直呢個位咧，100個 km per hour 代表100除3.6嘅 ms-1， 就除翻呢段要用嘅時間3.4秒，而呢個就係 meter per second。是這樣的，那於是按計數機的話就會是100除 3.6 再除 3.4， 所以個答案是 8.169934， 三位有效的就是 8.17ms-2， 即是說這個 X 車的斜率，那你留意它是減緊速的嘛，所以呢個係負嘅，係一個負斜率嚟嘅，負斜率 ，OK。咁跟住 Y 車同樣 AY 都係等於計斜率啦，好啦，如果都係等於計斜率嘅時候，望下呢度，咁你就睇到 Y 嗰節咧，由呢度開始睇，打洞一樣係100除3.6，打橫咧你就即係等於由呢個5。但就不是數到零，就數回轉頭，減了之前的 0.4， 所以這段我現在筆指著這段，由這裡到這裡是 4.6， 是5減 0.4， 所以斜率就會是-100除 3.6， 跟著是4.6 秒，4.6 是來自5減 0.4， 所以這裡是100除3.6除呢個4.6，於是個答案係-6.0386四。咁三位有效就係-6.04，6.04ms-2，6.04ms-2。好，跟住到 B part， 佢要求知道 thinking distance and breaking distance of Y。佢要求知道 Y 車的思考距離 ，Y 車思考距離 ，thinking distance 就應該係等於佢嗰個均速，即係100除3.6呢個係個速度，佢只係維持咗0.4秒啫，所以係100除3.6乘。咁個答案係94.4米，而個制動距離即係 breaking distance， 個制動距離
就應該要計當係 S 啦，個 U 就係100除3.6，個中速就係零，個 A 就係-6.04。嗱喺上邊個 A 係-6.04，個 S 係打問號，得唔得 ？U 係100除3.6，如此類推，咁就應該用呢、這個用嘅公式 ，V 二次減 U 二次等於2AS。就應該計到個 S 係63.9米嘅啦。如果三位有效嘅話，咁最後剩翻兩 part， 就係個 C part， 佢就問，邊個位？Breaking distance。撳錯咗，你撳咗三點四。哦，呢個思考距離，按錯計數機，100除3.6乘3.4，哦，是，對不住，乘0.4，100除3.6乘0.4，對不住，這裡是11.1。十一點一米 ，OK。跟住呢個照計，63.9啦。好啦，跟住繼續 C part。請問黃色嘅面積嘅物理意義係乜嘢？好啦，嗱，講完呢啲計數之後咧，黃色嘅面積代表乜嘢？嗱，點解會有黃色嘅面積嘅咧？首先同學就知道黃色嘅面積咧，其實係 Y 車呢一段。嗰、那個嘅停車距離同 X 車嘅停車距離嘅相差，嗱再講一次，我而家用隻筆咁樣畫呢個梯形，就係、是、Y 車所需的停車距離。我咁樣畫就係 X 車所需的停車距離。咁所以黃色就係呢兩個面積嘅相差，佢哋其實就係、是。嗰、那個兩車停車距離的相差，所以點樣答呢？如果英文點樣答呢？就係、是、嗰個中文係兩車停車距離的差別。英文係 distance。Difference between stopping distance of two car， 得唔得？最後就要解釋，會唔會撞？會解釋會唔會撞？嗱，點樣可以解釋到？會不會撞呢？個情況就是，我們可以看回這個圖，因為呢一開始時候的情景呢， Y 在後面的，它就走啦， X 就在前面的，它就走啦。那它們兩個分別的初速都是100除3.6個 ms 負1的。好啦，咁而家問題就係、是、咧 ，y 咧，即係佢哋原本係爭30米，咁但係過咗段時間之後咧 ，y 需要嘅停車距離就會長過 y 所需要嘅停車距離就長過 x 啊嘛。咁只需要 y 長過 x 嘅30米呢個係長大過。這個面積，因為這個是他們兩者的停車距離的相差嘛，即是說 X 可能就需要這麼多距離去停車， Y 就可能需要不知多少距離去停車，只需要這兩個相減，是小過30，那你就不會撞到它的了。那我怎樣知道，如果我這樣的時候，同學你看到這個是什麼形狀啊？這個是梯形來的，梯形的面積是怎樣找的？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，是不是？
梯形的面積就是上底這裡 0.4 加下底，這段是多少呢？這樣是1，這裡 1.6 加下底乘高，乘高，高是100除 3.6，這個就高，記住不是只看到100下去的，是要轉回做 meter per second 除2，這個就是梯形面積的計法，上底加下底乘高，這段是高除2，剛好這個是2，2和2這個約了，即是說變成是100除 3.6， 100除 3.6， 答案是27.7 米，循環小數啦，即是27.8，或者可以表達成27.8米，這兩個表達方法都可以接受，因為兩車的停車距離相差是細過30米，行不行？這兩個比較 Y 不會撞 X，